个球就出手，这个球打到是左外野方向，哇，精彩的守备，郭建宇 ，nice play， 这个球真的是够精彩了。这个球落地就平手了，但这个球呢是被 Swordfish 来个精彩的 diving catch 接杀了，这球也打得相当好的郭彦文，形成了三出局，也为兄弟相对守住了领先的优势。八局打完，现在是3-2，黄山军一分领先。